进到我感觉就是整个人不放松了，不拉伸过了。我希望后头课会得越来越好。今朝是国际瑜伽日，然后我今朝不会去做瑜伽，我今朝的工作是要拿搿只老有意义的活动来记录下来，所以讲我今朝会得带到搿个，还有搿个，搿是我今朝要用到的器材。今朝一记头能够看到介许多人同时做瑜伽，搿场面比较壮观的。啊，今朝因为我有的工作，所以没能够参与到瑜伽里向，稍微有眼小小的遗憾。但是我觉着下趟还会得更加多的，啊，我去，我也会得更加努力的去做瑜伽，来改善一下我的身体。